欢迎来到今天的嘴炮摄影师啊！哎呦，这威艺，这一张新版卖得不错啊！告诉我们哪里有浪，威艺带我们冲浪啊！哦吼吼吼，今天浪很炸哦，好久没吃炸的，哎，有没有办法起蹭？哎呀呀呀，歪掉歪掉，可惜啦，一个孤独的背影，配上它 MR 绳子软板。哦，有啊，直跑，啪嚓！哦，今天浪很大，拉起来，inside 有个一人头高啊！哦，漂亮！哦吼，尽管啊！哦，其实今天风向真的好，强烈的 offshore wind。哇，威仪也下水啦！高手出去的点，你看，沿着左边走，但是没有一定划水能力的人，真的不能乱学，因为很容易撞到左边这一块石头。哇，你看那外面人山人海啊，大海旅人，大吕划水啦！完蛋完蛋完蛋，啪！进管啦！哇，这管浪，哦哟，干得有点快啊！哦哟，干得有点快啊！哇，今天都是很整排啊！如果到现在还不懂什么是整排浪的朋友，其实可以从空照图来了解。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双狮的即时浪况。各位麻烦把目光放到即将变白花的这一道浪，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的方向性，它盖下来瞬间就是长长的一整排，哗唰这样子盖。但相较于整排浪，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双狮右边偶尔它会出现这种从右边慢慢盖到左边的右跑浪，或是我们看到双狮左边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从左慢慢往右盖的左跑浪。如果你是没有空拍机站在岸上观察的朋友，当天双狮左边的左跑浪看起来就会是这样。你看，盖盖盖，一路往右盖，盖盖，还在往右，还在往右，一直到这里，啪嚓！哇，一群被卡在 inside 的明日之星，哦，启程！哇，白花公子。哇，哎呦，白花小王子，所有 inside 直跑大赛太刺激啦！哦，这奥赛有起蹭，漂亮一个右跑，哇、哦，漂亮收板，为什么？你看，因为整排都盖下来了，这就是整排浪不好玩的地方。但如果它不是整排的话呢？什么浪比较好玩？就是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性。那这边我们就借用到 Joyfly 大哥的影片来做说明好了。你看这一道浪是不是非常的明显？从荧幕左边往右边盖，那这样子对于一个冲浪者来讲的话，他就非常好去预测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然后他该往哪里跑。像这一道浪非常的干净跟漂亮。我们再看下一道也是一样，从荧幕的左边往右边慢慢的盖，这种非常具有方向性的浪，对于浪人来说就叫做好浪。你看这个人冲得多么啪嚓，多么爽啊！哦，还有，哦哟！回来看今天双狮的浪，哎呀，直跑王子啊！是不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再看回今天双狮的浪，哎呀，可怜呐！小哥，你要被吞吃啦！啊，啪嚓！萨普哥，哎呀，跌倒啦，萨普哥！我，起蹭，起蹭，起蹭！哎、欸、呀、啊，哇，深蹲练不够，可惜啊，被困在 inside 的初学者们，浪又来喽，啪嚓，啪嚓，啪嚓，哇，厉害耶，哇，萨普哥，哎呀，喂，浪来了，看你表演啦，哎、欸，一个转身，要不要？要不要？哦哟，后面还有，哎呦，漂亮一个挑浪，有机会，有机会。哎呀，可以，MR，哦，漂亮，哇，哦，有，哦，很有，哇，哦，一个动作，呼呼，哇，你看，举手欢呼啊，哎呀，来这冲浪还是来把妹的，哎呀，真的是，妹要跑啦，还不追，有没有？有啊，哎呀，直跑，啪嚓。
哦，威仪，威仪，威仪啊！啊，可惜啊，没有遇到威仪刚刚进管啦！哟，啪嚓！哎呀，好爽啊！吃了炸薯条啊！哦，后面又来喽！哦，又被炸一道。根据英国研究，只要海上有超过三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等浪，第四个下水的人就会不看浪，直接滑到那三个人的附近。所以，如果前面三个人是不看浪就随便下了一个点的话，那很有可能人群聚集的点不会是今天最好的浪点。这个英国研究告诉我们，不应该仰赖海上的人群而决定自己下的浪点，应该是在下水前先观察好今天的浪况，再决定自己该下哪一个点才会玩到最好的浪。哦哦，喂，冲到了！哎呀，帅气直跑！哇，后面还有一个，哇，也是帅气直跑！哇，一个转向，哇哇，还在跑，我还在跑！哇哇塞，跑回票价啦！该你表演了，爬！喂，哎呦，帅气直跑！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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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洗衣机啊，下去洗了一圈，罪名所有罪名都洗掉了。哇，哎呦，这样也可以连逮到直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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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势我喜欢啊。哦哦哦吼吼，哎呦呀，后空翻啦！哦哦哦哦哦，吼，用力滑，用力滑，用力滑，漂亮漂亮，这位置好，这位置好。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哇塞，玩好玩满啊，厉害了！哦，抢浪小心！哎呦，哦，哎呦，收板，没地方跑！哇，哇，漂亮啊！哎，可惜啊，大哥你挡到人啦！哇，被白花吞噬的大哥，危险啊！你这个位置，哦哦哦，直跑大哥！咦呼！哇，沙坡哥，沙坡哥！啊，可惜啊！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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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啊！这可以让你玩得到，厉害了！哎，追追追追，有没有？喂，有了吧？漂亮，有了，起身，坐跑！哎呦，哦呦，有点不稳哦，有点不稳哦，可以再做一个动作，上去打一个 leap！ 哇！再来再来再来啊！可惜呀、啊，回家咯。好了，那今天 Darren 的冲浪小教室就给各位上课到这边，拜拜。好玩吗？好玩、啊。完了，够炸！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忘了一件事情，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个赞。我靠，那头也太帅了吧！点它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去就对了。哦，哎，你还有时间再看一支影片了。我跟你讲，这支影片超级好笑。哎，还有这支影片，哦，屌了，厉害了，厉害了！不信你点点看，真的啦，你点点看，哎，你点点看啊，哎，点点看，点点看。